我们还有几个角色呢，是没有台词的，只是表达一段情绪，没台词，但是也非常考验大家的演技。现在就希望大家表演一段笑容，能表现出你们学习生活的美好跟快乐的内容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 来喽！哈哈哈哈哈！几个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不太犯。还有，哈哈哈哈哈！小胖子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不太好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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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可以吧，我笑得可用力了，脸都疼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，你只是在努力的笑，你并没有传达出笑背后的情绪。你试镜的时候对你印象特别深，你那时候笑得特别好，特别真诚，特别自然，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似的，完全能感染到我。你刚才感染不到我。那我再试试。加油，找回试戏时候的状态。嗯。我们准备再来一条吧。准备 ，Action。当某天，我们再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哎呀！看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大家表现都非常好，我们拍到很多优秀的镜头。那个，明天我们从第二场开始，大家回去准备吧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导演。导演，再来一场吧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光也不行，我们再拍跟之前也接不上，收工了。那可以明天再来一条吗？不是还没拍到满意的表演吗？明天有明天的安排啊。你再说这小片里也没必要追求这个表演的完美。导演，你不是说让我们把这次拍摄当成真正的电影来对待吗？那真正的电影不就是应该把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吗？还是说你只是敷衍我们？导演，我明天戏比较少，我尽量演快一点，到时候应该有时间可以补拍这一场。导演，我也可以配合的。那这样，明天五点之前，要是能拍完那两场，咱就补拍这一场。没问题。谢喂，今天导演说我演得不够有感染力，怎么演才能有感染力啊？算了，每次给建云都搞得更糟，我还是靠自己吧。快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。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看，赵同学，我们赶了一天的进度，就为了补拍这一场，你别让大家努力白费啊！我知道了，导演，再来最后一条吧。最后一条，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，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
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你有什么用？这么简单戏都演不明白，连笑都不会。我也不行。什么成为演员呢？赵妈，你所谓的梦想真可笑。啥都不太不明白。你演的太差了，你80年都出不来。啥都不太不明白。笑的没笑，演啥？演什么屁啊！推给赵同学一个特写，慢慢推，慢慢推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们再来一条吧。不用，刚才那条非常好。啊？可是剧本里写的是笑啊，我连个笑都没有演好。没关系，你的经历是演不出来的，表演不是伪装，真诚最重要。谢谢导演。你是不是特别想当演员？嗯，我知道我还不成熟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你现在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对表演的执着和热情。我入行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就对小角色都这么投入的演员，坚持下去，未来有机会合作。嗯，一定。对了，导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宋大川。宋大川。导演，你那段哭戏演得也太好了，跟真的一样，给我们都吓傻了。演技，这就叫演技，知道吗？好，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哭戏奖非你莫属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可以啊，张曼儿，今年奥斯卡最佳哭戏非你莫属啊！滚！爷难得管你什么态度啊！道歉。道歉。不用管。不，你说我凭什么？你说我凭什么？滚！道歉。